严肃一点，你是勤劳还是笨？我认为很多人都在假努力，他以为他很努力，其实那些努力是不需要的。比如说小明有车，小丽也有车，那么小丽选择坐车去上班，小明选择走路去上班。那么每一次上班的时候，小丽都15分钟就到上班了，小明必须走一个小时的路才到公司。那么小明就会说，你看我挺勤劳，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是走路的嘞，我走10公里才到公司，我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来回来回。然后就会去讲其他人，你看你们生活几容易，一坐车就能到了。其实你应该反思一下，其实你也是有车，是你自己选择走路，他选择坐车来是一个对的一个选择，他更快抵达，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他想要做的东西，那你不能怪他，是因为你笨，不会选择，对不对？或者说现在年轻人很懒惰，你叫他写一些东西，他们就去用 ChatGPT， 就去问 AI， 都没有自己思考去写。 OK， 这是一个比较 extreme 的 example。 如果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工具了，你还选择去用脑的话，那么你是不是有点笨？ AI 都可以做好过你了，机器、电脑、 software 都可以做好过你，你还要用手去记账啊？你都有 Excel 了，对不对？你还用手去记账？你都能叫 ChatGPT 帮你写东西了，你还要用自己头脑想？它的用词方面肯定是更加好。那么你还自己选择去用手记账，自己去想怎么写 email， 对不对？这些其实是你不做选择。OK， 你不是很勤劳、很努力，每天在那里想我要怎么做，而是你不会做选择，因为世上已经有更加好的一个工具了。所以我们要会利用工具，而不是盲目的去假努力，以为自己很努力，其实是自己选择不对。如果大家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就展开来讲。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吧。